青龙，这花送给你。徒弟，你干嘛要送花给我娘亲？我送给你娘亲花，就是不想让浩然送花觉得太尴尬。大哥，这花的名字叫勿忘我，花语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友谊。不如我帮娘亲收着吧。 徒儿，千万不要忘记我和娘亲哦。怎么会呢？送我的？这是白莲花，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。愿你变成白莲花，走出泥潭，一心向善，奔向光明。滚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猪头子，看来还是得我亲自出马。将可可酱冷冻一个时辰，便大功告成了。嗯，你别以为区区几块点心就能打发我。那是自然了。所以这一个时辰，我们还要做点别的事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不会以为区区一个这个就能拦得住我吧？哎，逆徒！楠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都不知道你这个逆徒要对你师奶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了。傻儿子，做点心呢。傻娘亲，心形的。嗯。当然了，我们是给你金乙准备送给浩然的惊喜呢。你看，看到了吧？大哥。嗯，来的正好。我倒想问问你，金姨，你可知道要送小徒弟什么惊喜吗？惊喜嘛，提前知道了多没有意思啊！我可不想要什么惊喜了，大哥，这事儿没必要瞒着楠楠了。楠楠，其实这个事儿